四波又嚟啦，扮靓又可以喺屋企吞泡啦。唉，公司又有蚀钱。好，开个电视嚟睇下先嘅呢。而家所以乜事？欢迎大家收睇《寻日睇真啲》，我系今日嘅主持。边个请佢翻嚟噶？未向。今日带大家去羽毛球场，仲有君浩宴会厅。我哋已经兼咗个波。边个俾你讲真话？今次我哋采集咗市民嘅意见，市民一致认为防疫措施不足，民意调查亦都显示，市民系认为政府实在做得太差啦。边个俾你讲真话？各位，我哋会一直为大家报道真相嘅。你仲报啊？呢条友啊炒得噶啦，稿唔系咁写啊，等我教你点写啦，木嘴。都叫咗你讲嘢小心啲噶啦，继续啊！摄影部、编辑部啊，我死啦！点解？记者记你老母咩事啊？我真系估你唔到，之前文仔俾你份稿话向就向咗，其实我都唔信噶，但系今次终于见识到你嘅实力。你啱啱做嘅嘢，电视机面前嘅人都睇到晒。你依家烂仔讲数啊？点啊？我依家就系揾你哋制旗。边个唔听我指令，我就杀！任何人违背我嘅旨意，就系邪恶嘅罪人。希望各位要好好咁谂清楚。我相信头先嘅事大家都见到，公司同奇娜签咗个协议。希望大家都相信我，我可以保证未来两年都不会有任何名在死亡稿上。你是神经的呢？你是神经的？我要走了，拜拜。走啦，神经走啦，不要理他啦。唉，好傻的，难道这里还有希望吗？保得够的啦，真的开走啦走啦。阿仆街真系唔受困添。